早，早，大叔。早。大叔，你找我们有什么事吗？有什么危险任务，就尽管交给吴刚猎侠。嗯，我快热死了，你们别瞎聊了，快问问那训练营通知书的事。啊，天好热呀，好想回家吹空调啊。侯爷，你倒是赶紧问啊。这就是新手训练营的身份牌，鉴于你们上次出色的营救行动， BEA 特批你们加入新手训练营。你们几个要努力成为特工，将来保卫地球，正义无敌，刚烈无限。塔塔， BEA 里也有来自你们蓝血星的人哦。什么？哦，我加入。什么蓝血星球，明明就是个葡萄星球，你就是个葡星人，懒得跟你争。葡萄星球还真是挺像的。大叔，你要不要请我们去喝杯饮料？真的好热呀。别喝了，我们出发吧。那训练营到底在哪儿啊？我也已经迫不及待了，赶紧带我们去吧。DA 里真的有我的族人吗？男的女的？多大年纪？来多久了？也在训练营吗？哦，冷静冷静，大家先上车，咱们路上慢慢聊。小伙子，车子不论好坏都要系好安全带。这里就是新手训练营吗？别着急，这里只是一个换乘站而已，接下去我们还要换乘巴士球。巴士球？我们的基地可是非常庞大哟。哇哦，居然还在用电磁技术啊。哇，这就是巴士球啊，好厉害啊，连座椅都这么考究。大家坐好。目标 BEA 训练基地，出发。就快到了。哇！
欢迎来到 BEA 训练基地，希望你们能够通过考核，成为我们中光荣的一员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正义无敌，刚烈无限，这就是地球顶尖的科技了吗？太普通了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这就是地球的顶尖科技了吗？太普通了。气死我了，喊得缺氧，头好晕。那就来吧，迎接你们入营的第一个挑战。这就是我们的考验？是的。是什么事？我们为什么要洗衣服？说好的特工呢？怎么变童工了？作为一个全球性强大的组织，我们拥有充沛的经济来源，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全国知名连锁干洗店。莎莎，你在家洗过衣服吗？没有，你呢？我也没有，都是奶奶洗的。咱们还是走吧。小猴子，刚来就吓得要跑，从没见过这么弱的新人，好丢人哦。哎呦，激将法，行，就让你看看我们的实力。这台跳舞洗衣机有独特的操作方式，用脚不用手。为了不让大家感到枯燥，我们会播放音乐，屏幕上随音乐节奏显示不同数字，你们要跟着旋律准确踩在对应数字上，跳错数字算失误，节拍快了或慢了算失误，累计失误5次以上任务失败，需要重新开始，没有跳完整首曲子任务失败也要重新开始，不能让别人代替自己洗衣服，必须本人亲自上才行，明白了吗？我的运动能力最强，我先上。看清每个数字的位置了吗？看清了。莎莎放心，我们的洗衣液绝对高级，洗得干净不伤皮肤。所有数字都看不到了呀。莎莎快一点，音乐开始喽。换我上。小猴子加油啊，坚持住，取得最后的胜利。无辜群众撤离现场，钢铁侠要登场了，不要小看我，不会赌上英雄的尊严取得胜利的。真是人不可貌相啊，简直刮目相看的。这不科学，脂肪那么厚还那么灵巧。这就是正义的力量。力量耗尽了。虽然不是我的强项，但还是要上，毕竟我是要当星际探险家的男人。发生了什么？他人呢？救命！不会游泳。别灰心，我们一定会找到办法的。那怎么办？正我们一会儿，就这样，然后上上。哼哼。你说不能别人代替，但没说不能合作。塔塔运动能力最差，负责数字一。莎莎的运动能力最强，负责3、7、8。朱志摩负责2和5。我负责4、6、9。加油！必胜！上！恭喜通过初步考核，
是时候带你们去看看真正的训练场了，跟我来。想拥有无穷的智慧，去探索浩瀚的宇宙，揭开世界。小拳拳是由人工智能控制的，诶，难道我没跟你们说过吗？大叔，您记性真棒。怎么什么都没有？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你们的导师。我们组织的全称叫做外星事务管理局，简称外事局，英文缩写 BEA， 在全球都有分支机构。正如你们所知，地球上其实有许许多多外星人，我们特工的任务就是监督和管理外星人在地球上的活动，保卫地球的安全。注意我手上戴的手环，有了它，不仅可以任意出入外星事务管理局，还可以通过触碰的方式与其他特工交换信息。每个特工都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手环。就这样。不过，如果你们没有通过训练考核，或者将来被组织开除，手环都会被收回哦。放心了，大叔，我们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。哦，那再好不过。那就快把手环给我们吧。放这么高，我们又不会飞。特工的世界没有不劳而获，少年特工们，勇敢的上吧。好，手环咱们是要定了，大家有什么主意，赶紧说出来。暴力妹，你使劲跳的话，能够得到吗？我使出全力，一掌应该可以把你打到那么高。英雄，你先歇会儿。关键时刻还是得看我，靠你了，对呀，探测器，探测器，飞行模式。启动飞行模式。塔塔。你年纪轻轻，记性也不好嘛。根据 BEA 规定，外星人来地球禁止携带危险物品。塔塔，你的探测器要去登记一下哟。啊，等等，不对呀，我只是登个记，怎么探测器就不能用了？对啊，探测器属于危险物品，登记后当然就给你锁了。等你离开地球的时候，会帮你解锁的。有什么问题吗？废柴外星人闪边，钢铁侠要出手了。对呀，你那堆乱七八糟的道具里，没准儿有能用上的。
因为不需要抓捕塔塔，昨晚一兴奋只带了零食出门。朱志摩，你这个猪队友！小 Q， 等下我把你甩上去，你把手环拿下来。不可以。为什么？你们要知道，本次测试手环一定要靠你们自身能力取得。这里光秃秃的，连把梯子都没有，怎么拿呀？梯子，莎莎，你差多远距离能拿到？如果能缩短2到3米的距离，可以试试看。我有个主意，也许能帮莎莎拿到手环。快说快说快说！搭人梯，朱志摩在最下面，然后是塔塔，再然后是我，莎莎在最上面。我会用所有的力气推莎莎一把，帮她起跳。如果我们摔倒，小 Q 负责保护，怎么样？完美！超级英雄怎么可以给外星人当马驹？想都别想！你想当特工吗？想。那你拖着塔塔。不要。你要手环吗？要。那你拖着塔塔。不要。我让莎莎来劝你吧。别别别！那你拖着塔塔。不要。是不行了。来吧。钢裂能量已经加满。莎莎，你快点啊！我要不行了。你们都给我坚持住！莎莎，快上来！你们都把眼睛闭上。侯爷，我撑不住了。脖子要断了！考验你的时刻到了，是男人就撑住。可是我只是个普通的外星人啊！外星人怎么了？最下面的朱志摩都没喊累呢。别说了，快点儿，我快不行了。钢铁侠，挺住！你很，去吧，莎莎。想起来刚才忘了说什么，其实是有辅助道具可以用的。大叔，你还是尽早去看看医生吧。居然还有道具，组织真的是太贴心了。猪队友的思维真是让人无法理解。蹦床就是你们的辅助道具，请小心使用。这回我打头阵，正义弹跳，烈焰冲。这什么鬼啊！我年轻的时候，这款游戏可是很流行的呢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可以的。我是地球未来的守卫者，超级英雄钢铁侠。喂！喂！第二个我来。就是个跳板游戏，完全没难度，拿到手环小菜一碟。小菜一碟吗？太狡猾了。塔塔，你行不行啊？哼，不要小看我。虽然看似每次都不一样，但其实是有规律可循的。超强的大脑，嘿，早就计算好了。果然是头脑发达，四肢发达。虽然科技程度落后，造型也不怎么样，但能拿到还是挺开心的。你不要，可以给我。莎莎，你为什么不动啊？以你的能力，分分钟搞定啊！和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不要装淑女，穿小短裙。怎么样，现在傻眼了吧？你就适合穿大裤衩，能跑能跳的。把裤子脱了。你要干嘛？咱俩换换。你就不能找别人吗？
塔塔个子太矮，朱志摩腰身比我爸爸还粗，只有你合适。别啰嗦了，赶紧脱。我不要，我死都不要。虽然今天很辛苦，但毕竟也有收获。同志们，好好休息，咱们明天见喽！我明天会拿出100倍的热情，努力训练的。再见，明天见。再见，再见。难道还搁这儿呢？